本期讲解一个外卖收费1980的转转电商长期稳定项目，月入50000。转转这个平台目前市场规模越来越大，流量非常大，平台门槛很低，就算你是小白也能直接去转转进行售卖产品变现，是一个长期稳定的项目。电商这个领域做得差的一个月几千几万大有人在，做得好的一个月几十万几百万也不在少数，这就是电商的魅力啊！再来看看，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转变工作、如何上架产品、多种变现方式都有详细的讲解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转转电商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